过来，你不行啊，你刚下车了，赶紧过去。小伙子，这么泡的，来走，小宝。大不泡，就是中泡啊。来，上马。大爷装着不泡，你这个的泡，出去。我也出去。你也出去啊？来，骑风马。我他什么死？我进去啊。我就跟那吃掉了。咋吃呢？来进去。我跟这吃掉了。进去就是这样走啊，我不上当了。那个平方对决，对决啊。那狗不对啊，压你马了，还对啥呢？你看，压马。小伙子，你退炮，退炮打，退炮就打你去。我侄子吃掉。跳马。咋不进猪背了？这回跳马，来打你去。这个他不走急进猪背了。来，我上个射。对呀、啊，咱急进猪背走不上了。再跳马。再上马，来我上象，中午给他加强那食似的。对，待会出去就吃。拿皮泡了，你要吃个毛小吃，能吃不了。不让你出局了。出局了，吃不了。我自己吃马行不行啊？哎，好好好，来接素椒去，好吃。哎，真送，真送啊！真听我的那一口。哎呀，这白送了，白吃吗这？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。咋不一样？那不一样呀！来跳马！你看，那一样吗？嗨，妙妙妙！这不走的，那么你就不是个遮住了？走得好，走。我今天在打他的马，打串了。对。我杀了他干啥？飞象。你看，先飞你狙啊！你看，吓我狙啊！哎呀，我躲一步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突然有心气了。快点让我骂啥？真喜欢这。炮。光靠抬了打我马，打你马了咋办？哎呀，套路踢蛇，还回到了那手镯是不是？哎，我也打，不要了，去掉去吧，赶快打了，我就去打了他干嘛？打要大双马呢？打嘛，这可以看住，这可以看住，没事。打掉，大双马了。打了，打了。我说是啊，他敢吃吗？白吃了呢吗？他要吃了退炮要打，把这个炮不打回来了吗？哦，对对对。上马打毛小，那打小一教育，那白吃掉了。还上马，大爷还挺有想法。催马呢？哎呀，上马，那凭着手镯嘛，对不对？白吃掉了。哟呵，这回炮退不回来了。退不回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是白丢了。对，来打他，胡总呢？打小一教这马丢了，我打准呢。这啥意思啊？你这是？那吃了咋了嘛？你这就不要了？崴了？不要了嘛？不要了，你打一招个局嘛，我平局多少？人家这个局就没动，你看，还不丢一个？哎，不要了那局呢？要不吃那个跑看着？吃掉去，根本不要呀！抽局呢？他不好吃的吗？我将军啊！他几代的？你将军啊？没钱？进来。你看，哎，吃嘛，大家吃嘛，吃嘛。吃了吗？我操！完了，抓到了，大象一下就抽掉了。其实上市就行了。哎呦！进局，打你吃炮打局啊！哎呀，打局打象吃炮，我回来这打脚了哎，真打脚也不需要，是啊，先不打将，人家先吃炮，他上校了吗？校飞起来，对他打不上了他。下校，下校，下校啥意思？这是我捉他中兵。平时执行。再上招。吃了吃了，把中命吃了嘛？哎呀，这小宝这是让你一个狙，你看狙都现在没动。啊，这个狙出不来。来来来，平狙。那是啥？压象眼吃象啊？没看来，哎，那吃不上，可不。哎呀，我看人家狙出来了。啊，上市。啥事来了？哎呀，你看你，大爷这个射上的太臭了，刚好给那机会了。哈，来，把他扣在后面，扣在后面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样子扣不了也不行吗？进去。哎呀，没去没去。对，哎呀，绝杀了，大绝。哎，这大绝好气啊！来，请去。哎呀，叫啥叫啥？叫不了啥。那吃叫哎，中士吃了就绝杀了，防杀了。对，中士吃了就绝杀了。看见了吗？差的一步棋，哎呀，哎，就差一步。大
爷，我给你下一盘。你会不会下？会。哎呦，那就做啊，那下次。当头炮。就。咋就黑的在当头炮？跳马。来，踢足芝麻。踢。来，硬推。咋了？压马来脑。来，踢风马。啊，披风马，进中国，哎呀，进中兵了，中兵啊！对，小伙子，啥都会啊，咋？来，飞炮，再进！我靠，那将军呢？啊，赶快上车啊！人家白过瘾，胡说你！来，最绝着点，还白的很。哦，打他！我看他这个娃子，我看他老子耍的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这混蛋！来，打了，叫你举我。抓鸟，抓鸟，吃马吃两年还没叫呢。来，在扛着呢，那吃我马呢？赶紧上车。将军，打掉了，滚了，滚了，滚了！那有夹竹炮呢？那非得滚啊！那不成滚掉了？等我夹上。你靠，你靠着吗？还是夹竹炮？抽我马呢还？就是想吃马。这小伙子很有想法嘞，上个香。上。上马，跳马，抓鸟，踩你这个马了，赶快回国姓马，回国姓马吧，回国姓马就输掉了，这没办法呀，这输了你多没面子啊，那就是个回国姓马，这个，杀掉，回吧，跳马，我们军中还是个那些头，俺的这个死马，对，他的马去哪？回去吧。回去了。你不回去，那个小庄稼，来，中你。打定了。他给我打死你。他打定了。那咋不敢打呀？为什么不敢打？来。主播，上次上上上。赶快出去！哎呀，出去干啥？我要吃他这个炮，俺就走啊！来。人家打的笑了，对，滚，对，滚，滚，大局，亏掉了，我操！打你局了，你看你白过一兵了又，上道了，别着急，你靠，这个马死了吧？哦，对，打他马，先换上马，连换马，那能换上？哎呀，你上多了，连换马，上多了，上马，你看你上多了是不是？踩的准炮，那准炮咋做？腿已经完了吗？人家挂那窝子草，哎，不怕不怕，这有局，啊，狗不怕，上市，狗不怕你不怕。拱了，把这个兵拱了。胡说，马死掉了。来，马也腿也走，呀，腿也走。他马不死掉了吗？你看这马不死了吗？哎，好，拱了，拱了，拱了。哎，那肯定给他拱了嘛，来。他搞啥？拱了。这个马死了，小伙，要不要了？那马肯定。我吃你马，你给我跑。那个桌子拱下去。他搞啥？他想啥钱没有了？吃我猪跑啊！想多了吧，小伙，来，鸡呀，这你还走啥？人家再吃，你往哪走呢？对，人家再吃咋办？走了。哎，不吃。哦，你吃马之后，人家拼，别吃公炮，你咋都没吃啊？来，马烤着啥钱没有？三家斤两呢。拼别公炮，炮死了，哎。吃马吧，吃马吧，赶快。我心马也跳出来了，我心马要痛死了，还出家就把整死了。来，踩你狙，退马先踩狙。哦，现在退炮，炮就死不了了。哎，对了嘛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人家再也攻啊，哎，再进嘛。那再狙打，那能打得了吗？打不起来。哎呀，进炮，进炮就行了。上个石就完了嘛。攻掉，炮完了呢，攻掉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踩了吧，不然我攻你像了。哎呦，他们干嘛有嘞？那打一枪全打掉了，哎，那有像哪有打一枪呀？我不像掉吗？听那叫好。哎呀，这就是说别哭啊！跟你说，小朋友不哭。啊、嗯，我就绝杀你了，马上。哎呦，神龙摆尾啊！那是个啥鸡？我不勾住了吗？你来。那没时间勾，我咋没时间勾？将军，下校。这能下校吗？嘿。赶快过来，跟着跑！他啥钱都没有嘞。对，别跑，不然蒙公绝杀了。跑，腿那个，哎，腿脚不能打。打了。
吃。你猪腿到底叫啥？那不能吃，那不能吃，他能搞啥？哎呀，那能吃，他能搞啥？你吃，你就该吃，咋办？咋办？哎，那小宝都下不过你，下得了这中华这么厉害啊，师傅。